喂 ，Phil， 今月做乜带我嚟湾仔啊？同你七月嘅有嘢益你啦。喂，同你七月唔好搞啲咁嘅嘢啦，我惊噶。唔惊带你嚟做咩啊？不过唔紧要，我哋仲有导赏员带我哋一齐游湾仔。好耶！Hey， 大家好，我系湾仔嘅街坊导赏员敏仪啊。不如等我而家带你哋去睇下湾仔一啲既有趣又神秘诡异嘅地方嚟。好啊，好啦，好啦。敏仪话：早期嘅八公庙系喺日月星街附近，后嚟起楼嘅关系拆咗，之后就怪事连连，好似街坊会喺深夜会听到少女同埋细路仔嘅喊声，亦有街坊见到黑影飞过。为咗镇压亡魂，喺而家呢个地方重建咗八公庙。八公庙后面种咗啲竹树，听讲系用嚟分隔阴阳。据讲在日战时期曾经沦为日军凌辱虐杀和是慰安妇的地方。1945年屋主之一的杜泽民死在大宅入面之后，大宅由女工一个人打理，女工死后屋入面成日传出怪声。曾经有班后生仔不识死走入大宅探险。一个是变了男人的声音，我要回上去啊。另外有一个是力大无穷，在那里挣扎，有成六七个警察都很困难地才制服到他。日战期间，旧湾仔街市的二楼是日军储粮食的地方，当时有不少市民在空袭的时候走不切而死在洞外面。相传日军将尸体埋在街市地牢，如果路边太多尸体处理不到的话，有些小贩会将不起眼的人肉卖给街坊。听闻天台的游乐场是日军为杀死的细路而设，时候会见到有些黑影在那里走来走去，甚至乎会见到有人踢波，是个波在那里飘来飘去弹下弹下，时间又不见了些黑影，只是见到个波咋。啊，夜妈妈怎会有小朋友在天台上面打波的？盂兰节就来到，大家敢不敢去夜游湾仔呢？